随着天气的转暖了，以前深藏在深山密林中的野生动物也逐渐地出现了人们的视线。在近阶段，我们在巡护过程当中频繁地发现了野生动物的身影。由于近年来我们北极岛啊加大了对野生动物的保护力度，才出现了这样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画面。